梦龙坚果麻薯啊，19.9，到手10个，谁敢相信呢？嗯，外面是一层坚果啊，这个黑巧还是比利时的啊，里面是安佳动物奶油。妈，搁这挤出来了！妈，里边麻薯还是哏啾啾的，真好吃。我这个常温储存了这个巧克力啊，就软乎了。你要是放在保鲜里边啊，它就是脆脆的。一共有3个口味儿，巧克力的、淡奶还有白糖味儿的，越嚼越香。里边还有黑芝麻，再来个淡奶味儿。学生党也可以实现梦龙自由啊！这奶油啊，入口就化了。前几天推过一回啊，别看它价格便宜啊，用料还是挺足的，个头也挺大。趁着现在价格还没变，赶紧去薅点啊！